下午就过一百十八嘞。哦，十八呢？那能不能背呗？那能十八不得吧？十八的建议。抓鱼活动场地，我们现在去抓鱼。别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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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了。哇，落一把狼！我来买，我来买。我先倒地上。哎呀，没倒下，我来我买，撞下，撞下，撞下。你呀，捞了我捞你！就这样。抓到了，本来是很热闹的活动场所，现在就我一个人在抓鱼。这个就也可以啊。快来快来，一起抓才抓得到。哪里有嘛？有，这里有。我们都抓到一条了。哦，就那个了。我觉得一起围上去，把那鱼。拿起来看，哦，那里还有一条，我拿起来啊，一二，嗨，可以吧，可以吧，哎呀。哎呦！回来！哎，你给我抓，你们咋抓出来的呀？他们先把乌鸦的天线都围住。可以，耶，得，啊，芝麻的，该吃上面的了。那一百十的吗？零六吧。零六吗？百五块的。我们一个吃一条，这好嘛，还有半个。天哪，咱们买呀就对了。抓不到。看到没得个啦？在岸观台。自投罗网。要滚上来滚，那要滚我都滚不了。哎呀，千辛万苦啊！看一下，这么大一条大花鱼。累了吧你？这能没那么猪人呐？伢子，我这鸡没掉了呗。哎呦！冬天难啊，冬天。抓了四条，抓了四条稻花鱼。我以为他们这边抢鱼跟我们那边抢鱼塘是一样的，很多人进去抢，结果是每个人买票了就自己拿个篓子自己进去抓。我也抓了四条，现在把它洗一下就回家去了，他把衣服都弄脏了。20块钱抓了四条鱼，赚到了。刚才那个大哥更赚了，抓了7条。
金饼干，雷赛都。来，你们厉害，阿妹，等半个队。好厉害不？哎，拿过来照一嘛。嗯，那边拿着。啊，我们今天拿开不？啊。时间差不多，两时间就嘛。对，阿妹。雷赛都吧。哦，太厉害了！天天在这屋中了，那么没闷着的了。哎，这闷的熬来了。屋内没闷吧？对对。这滚着没？闷了，闷了，闷了。这个快，哎呦，今天咱们家过的，搞了十几了，你得多啊？爷爷，过来呀！搞了家里得多老爷爷呢，一多都没爷爷呢。伢人你管伢子？啊，拜了啊，就。去井边装一点水进去，就回家去了。